是 Rachel's 品牌大使王菲菲，很高兴可以与我挚爱的品牌再次合作。我与 Rachel's 一样，相信香氛的疗愈力，也愿意为大家继续传递身心幸福的理念。第二篇章的花样香调之旅有治愈到你吗？那接下来最后一个篇章，让我们跟随 Rachel's 以珍藏系列赋予香调为灵感，走进启迪自己的疗愈之境。这次让我们通过中国国家地理的镜头，步入郁郁葱葱的森林，感受这个丰富又多元的世界。让我们通过赋予香调香氛，为家带来层次丰富的香气，就像赋予香调的瓶子一样，神秘又高级。让我们翻开喜欢的书，尽情阅读，享受文字的滋养。以香氛为伴，与 Rachel's 为伴，疗愈之境，以身一心。